现场测量胸线，让医师好害羞。正常的乳房呢，它的乳头跟乳晕当然是在上面的，是比较丰满、比较坚挺。现场还可以来量一下，正常是19到20。你可以靠近一点。对，再靠近这个，对我会害羞。通常就是我们要摸到锁骨这个位置，我让中线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再量到乳头的位置。他脸超红的耶！保持我要放这个大概20公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